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边海东，今天就到这边来赶下海了啊！大家请看一下啊，这边都是养殖户围的，所以呢，今天就跑到这边来看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收获。今天呢也是带把铲，走了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过去看一下，来看一下啊，啊，来这边，啊，还有一个，啊，先动着嘞，然后就挖一下。来看一下，有个螃蟹的，看一下，有个螃蟹洞这里啊，好大洞口啊，哎，挖一下。我已经是挖到它了，来，这只是打铁了，一直在里面，在这里面好好多洞呢，打铁了，哎呀，被拍进去里爬下来，这只我就不要它了，看一下，清晰在这里，关键，看，哇，个头真大，还不错。终于有一只收获了，看一下，那边青蟹，这也是一只公的，这个都有三四两个头了，不错了，好，收了收了，小送完了，哇哇，哎，看一下，看，这是螃蟹的足迹哦，看，好。挖一下，那金线鱼是不是跑出来了啊？哦，又往洞里面塞了，看，堵住它那个洞去，刚刚看到它了啊，挖了一点点下去就挖到它了，看，看，这里是，哎，来看一下。个头不错哦，哦，你看，这螃蟹真的是围的，围到这个身都变黄了。这泥巴的清晰就是围，看，看那洞，哎呀，准备想出来了，哇，围啊，看它的那个，它那个河上是黄色的，这个清晰不知道有多围啊。找这么长时间了，哇，还挖了这个早上，现在还挖了一两个青蟹哦。这里啊，这有个大家伙这里啊，看、啊、那青蟹的那些足迹啊，那螃蟹的足迹，这个应该是有青蟹的。好，挖看一下。清晰了，现在已经是挖到它了，看一下，这是清晰的，动这里，哎，可以啊，这个野生的，在我们当地卖的话，也要80到100块钱一斤了，这个头也不错，好，收了，老师过来给去找一下。不要说了吧。哦，青蟹，看，看，哇，大青蟹，把它堵了。那个是什么洞洞来的哈？哎，有个陷阱这里，把它堵了。
来看一下，好家伙，哇，这个个头不用说了，看一下，看这个个头，好，是吧是吧。看一下，那青蟹的正在打架了，你打我打你，那大青蟹，哎呦。这两只大青蟹不错哦，这个也卖80块钱一斤，这个卖这个小的卖1000哦，够大的，看着还挺巴巴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也要回去了，因为时间不早了。有喜欢海东的朋友，一个留言和关注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回去了啊，拜拜。